地，我们非常荣幸，也非常开心，这次能够邀请到李大师带我们台中市的大墩文化中心进行展出。那也欢迎我们市民朋友有机会可以来我们大墩文化中心一览大师的作品。这次非常谢谢，因为老师的画风呢是以田园自然农村景貌，所以呢他特别要捐赠给，也就是我们未来在筹办的台中市美术馆一幅作品。这幅作品是思土思民思情，我想这个也是李大师他对于我们整个土地的情感，对于我们农村的情谊，以及告诉我们对于土地的一个认同。非常开心我们台中市立美术馆可以收藏老师的这份画作。我觉得李古摩大师他是在艺术这个领域里面可以说是一个天人合一的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追求者，所以对我们艺术教育文化这个领域里面来讲的话，我们都深深的以他为荣，这是今天特别来参加这个画展我心中的特别的感受。李古摩老师啊，我们相识超过50年了，他一路走来一直在艺术界里面没有放弃过，而且呢越走越精彩，所以我觉得这个我们李兄虽然已经81岁，但是他这个还是栩栩生风啊，还是这作品也是非常有战斗力，有生命力，有感情的流动跟一种扩展，这是非常了不起的。这次大概都是这一两年的作品，因为疫情嘛，也比较少出去哈，就有多一点这个创作的时间。这次展出大概有70几件嘛，还算是比较新的啦。这最近的创作哈，这个反正我这个是乡下的，等于是乡下野台戏啊，到城市来表演啊，所以要请各位这个前辈哈。这个大家来给我们指教指教，谢谢谢谢。